螺旋箍筋是一种由一根钢筋原料经过多次连续折弯而形成的箍筋类型。螺旋箍筋的优势在于，相比传统箍筋，减少了两个135度弯钩，累加计算起来可大量节省钢筋原料。在绑扎时可自动撑起骨架，方便定位。由于没有135度弯钩的钩镰，可缩短绑扎作业时间。用螺旋箍筋绑扎成型的钢筋骨架，呈众多三角形紧密结合，其稳定性优异，牢靠坚固。全自动竖空钢筋弯箍机 WG12G 便是健科机械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研发的创新型设备。该设备可加工单线5到13毫米、双线5到10毫米的冷轧三级带类钢筋、圆钢及各种高强度钢筋。连续箍筋的最大加工长度为800毫米。操控系统采用了目前最新型的 X64 架构，运行速度是传统方式的 2.5 倍，并且更加的稳定可靠。该设备采用伺服电机操控，工作准确无误，并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一点油泥，对环境污染极小，符合当今日渐严格的环保要求。由于钢筋弯曲角度能达到正负180度，因此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加工各种形状的连续箍筋。所有关键零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完全按照 ISO 9001质量体系采购标准，并符合欧盟 CE 安全认证标准。在吊装运输、混凝土浇打过程中，均能确保钢筋成品经受剧烈碰撞踩踏后不走样不变形。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在新规范中作出规定，鼓励采用螺旋箍筋以发挥其独特的优越性能。 WG12G 采用了健科机械最先进最成熟的技术，弯曲主机采用了可旋转的设计方式，使其具备了连续箍筋和常规箍筋双向加工的能力，真正做到了一机多能。现在客户只需要一台设备便能完成以前的加工工作，并有效地减少了占地面积。在该模式下，拥有传统弯箍机的所有功能，钢筋加工长度为 1.1 米。采用了目前健科机械最先进的技术，拥有多项自主发明专利和知识产权，具有目前国内同行业里所有弯箍机所无法比拟的功能和实用性。该设备可与健科机械自主研发的 MES 系统连接，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健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千台设备的销售业绩，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80% 以上，并远销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客户提供最好、最优质的钢筋加工解决方案。